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也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。战争，战争，害了多少良民，家破人亡，过着恐怖的日子。你听，你听，一个少女的控诉，一个少女的控诉，妈妈，妈妈。醒来吧，为何你不出声？啊，慈祥的妈妈，你真任性，离开你的女儿，只剩下我无辜无情。你曾说要离开这里，啊，烽火连天，恐惧之地，到那和平的地方，谁知道你却抛弃我，到另一个世界去。在战场为我牺牲，啊，可怜的弟妹也已失散，在浓浓轰炸声，家园已毁，我是一个无家可归。要战争多残酷多疯狂，我们都是人，为什么要残杀？比那禽兽还不如我恨我恨。